咁而家人咧係教大家咧點樣綁一個，將兩條魚絲咧斷咗之後咧係綁翻佢嘅。咁啊方法好多種啦。咁我呢次即係教你咧，大家喺一個叫電車結嘅。咁電車嘅方法點樣咧？嗱，將兩條線平衡咗咯，嚇兩個頭對向嘅，呢兩個頭咧係對向嘅。咁然之後咧喺呢一邊做一個動作，好簡單，一個圈。擺上去，然之後咧兩條線，記住呢條線同呢條線呢度咧，圈一、二、三、四次啦。咁然之後呢度咧就慢慢索翻實佢，索翻靚佢。OK。咁好啦，調翻轉頭啦，另外一邊啦，一樣係咯，做翻同一樣嘅動作，嚇，呢邊圈啦，嚇，咁頭先就係黃色圈圈啦，而家係白色線圈嘅，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OK， 跟住一樣係咯，索翻食佢，整翻靚仔佢。OK， 跟住咧就會見到有兩個結喺兩邊，就係、是、呢兩個結啦。然之後咧，將呢兩邊咧慢慢一路咁拉翻緊佢。咁然之後咧，就將啲線尾位置咯轉咗佢。咁就 OK， 咁呢個就係一個直結，就是、駁線結嘅。